讲起伊莉，相信不少人会联想到顶尖的校网区。前港督彭定康学生时代都在 London Borough of Ealing 其中一间顶尖学校就读。伊莉孕育出众多人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是英国其中一个最多绿色空间的自治镇。今次介绍由王牌发展商 Berkeley Group 操刀的项目 The Green Quarter， 占地88英亩，其中包括超过13英亩的绿化地区。项目更有1公里长运河河畔，生活环境舒适惬意。The Green Quarter 是耗资11英镑 London Borough of Ealing 内最大型的活化项目，是很多香港人向往的低密度建筑。所有单位都设有露台或平台，可以眺望达 4.5 英亩之大的中央公园景观。屋苑内的设施亦都包罗万有，除了有住客专享的健身室、泳池、co-working space， 社区内还会有商店、咖啡店、餐厅、保健中心、学校、露天剧场等。The Green Quarter 对面街就是即将通车的 Southall Crossrail 站，通车后只需8分钟就可以去到希斯路机场，14分钟到 Paddington， 17分钟到 Bond Street， 31分钟到金丝雀码头，无论上班购物都非常方便。而邻近的商业重地 Heathrow 和 Stockley Park 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著名国际企业例如苹果、Toshiba 的办公室只是约20分钟车程，可以预计项目将会很受租客欢迎。距离伊莉莎白线车站一英里内的房价已经上涨了 66%。 发展商 Berkeley 类似规模的住宅项目包括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和 Kitbrook Village， 在过去10年已经升值超过一倍。如果想以香港纳米楼上车价钱购入名牌发展商低密度一房单位连露台， The Green Quarter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投资机会。 To buy or not to buy non-local off-plan properties,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境外樓花買唔買？計過風險先好買。